恩典365，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这几天和你分享到说，扫罗做错事，我还是要说，没有人不做错事的。但是上帝在乎的不是我有没有做错事，我做错了哪些事，这些事在上帝的眼中，每一个都应该去处理，每应该都去对付。但是上帝在乎的第一件事情是，我用什么态度面对我做错的事。过去这两天，从扫罗身上，我们学一个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不要假装没事；第二，不要都是别人的错，推卸责任，都是别人的错，就是不是我的错。因为这两件事都会带来一个结果，就是我不会诚实的面对自己。都是别人的错，所以我不要面对自己嘛。假装没事，所以没有事啊，没有事有什么好面对的？这两件事都会使我们长期活在同样的罪当中，长期在同一个地方继续跌倒，因为我不会诚实的面对我的问题，因为都是别人的问题。我不会诚实的面对我做错的事，因为没有事啊。而接下来呢，扫罗的第三个部分，他说，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。撒母耳说，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？你明明知道不该做，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？他这样的回答，他说，我心里说，也就是我对我自己说，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，所以我的敌人非利士人来到了基甲，来攻击我们，会带出非常大的问题。所以他说恐怕，但是我想要跟你分享的是，扫罗到底在怕什么？扫罗到底在怕什么？他怕神吗？还是他怕敌人？如果他真的害怕失去神的祝福，神的同在，那么他应该做的事情是，我努力照着神的吩咐做，就能够抓住神的祝福和同在。扫罗说恐怕，中文把那个怕翻出来真好。而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觉得圣灵不断地提醒我说，寇少爷，你也常做这样的事，对不对？我承认是，我也常常在这样的事上会跌倒。主问我说，寇少爷，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你到底怕的是什么？你怕神吗？还是你怕敌人？显然扫罗怕的不是神。如果他真的怕神，他就不敢做神明明不要他做的事。他怕的是敌人，他怕的是敌人太大，我如果没有从神来的祝福和力量。他害怕的不是神，他害怕的是失去从神来的祝福，所以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那个祝福。而当他要抓住祝福的时候，他失去了神，他失去了从神来的祝福，这是多可悲的一件事。我也求主帮助我们。我还是说，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你也正在面对生命当中一些很重要的抉择，我要这样做吗？还是我要那样做？你最重要的事情，不是用你的方法抓住那个得胜的把握和确据，你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情，是抓住神的同在，神的祝福，神的在你身上的那个荣耀的恩典。所以做讨神喜悦的事，你就不会失去神的祝福。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抓住得胜的秘诀，真正得胜的秘诀就是神与你同在。不要因为我走我自己的路，失去神与你同在。感谢我的，
Oh, Lord, in your name, Jesus.